雪梨歌剧院。大风凛凛，你好。那他不是会去？我太晚了。跟这些人玩有什么用啊？他的阵容是五。来了，毕卡索来了。谁是小画家？是小画家系列，是我们第三个拍到第四集的第三集。他算是好像是后起之秀，到底会不会进步呢？会拍完要买吉他，因为毕竟要发现，你知道，毕竟拍什么剧都会，可是只有小画家他可能对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们有什么斗志吗？为什么要拍小画家？就是偶然。刚刚他有错准，规则很简单，他想一个题目，我们就把它画出来，工作人员立马评断说谁是最不像的。我们不求最像，最不像就好了。限时几秒，限时几秒，大概就是十秒，十到十五秒，差不多就请翻牌。第一题是章鱼烧，还好吧？没有没有。哎，怎么跟豌豆一样？好，还没吧？又有话题想说还好一些。对啊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是因为它上面的盖子，你把上面的盖子擦掉，就是一笼小笼包。对，哎，这还有章鱼，好满哦。一二三，小笼包。为什么是我？我跟你说，因为就是上面的盖子，那个盖子。因为我盖子还没画完。你那个，因为你的俯瞰什么东西啊？下一题，摩天轮。摩天轮，够。我要输了，真的。谁谁谁呢？我觉得盛源，他有个盲点，他的中间的支架怎么不见？我不见你，那是扭蛋机，他那个是那个转那个珠珠的细节的部分，对啊，不能输给他们三个，居然这三个不是同科系的人，一定要有支架。我知道摩天轮是需要支架运转的。对啊，幸好幸好，输在架构啊，我输在架构。好像其实就是那个概念画出来就会。下一题，那就难一点。好，雪梨歌剧院。我直接放弃。我觉得你应该蛮厉害的。我没去过，我也没去过。好去哦。怎么有鲨鱼？我画错了。是雪梨歌剧院，不是海参馆。白痴哦！白痴哦！我。对，是这个吧，而且还从岸边看过去。对，而且我也有水。你说剧院长这样子啊？就是这样子斜出来的屋顶，简单一点的好吗？好。松饼。哎，多给点时间，多给点时间。哎，跑得很强，跑得很强哎。哎，停了，停了。啊，哎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你们怎么放这个？不行吧？这个是什么？他那个好像吃剩一块，你们觉得谁是？一格一格的吗？没有，是芒果。我那结果没有回答出来。游泳目前还没最后一名过。他都游走在那个边缘。对，因为我是有概念的。他都有另外一个人，他为什么不在画？因为你们都有画很烂的时候啊。山一是超猛，我直接放弃了。糖葫芦。哦，我就画成个丸子串。那你自己小心一点。圣元一定过，耶！我是草莓的，草莓的。草莓，草莓，我的比较像嘛。番茄跟那个又有蜜饯，又有蜜饯，你会去地头。章鱼烧吧，没有，就是那个糖字，没有没有，糖字会整，糖字会整，它那个是烤团子，对，酱油团子，酱油团子，地头。那刚刚不是说会去地头？不该玩。你还说赶快解释草莓头，我们就没有证明，我画最像我，你看你有被草莓头的老板邮差，邮差，邮差。
差一点太难了。手上拿一个信，上面演一个那个。哎，小吴动作很快。哎，我可以吧？偷的那个人，没有邮差包啊。不是，可是你讲话是邮筒，我觉得邮筒是一个。对，邮筒。它就只是一个，就是OOTD。对对 ，OOTD。OOTD。嫦娥奔月。哇。白痴啊！我停快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什么东西？是因为他头发太乱了吧？哎，所以说嫦娥，他这样飞在头发怎么剪齐？嫦娥有刘海吗？怎么会有空气刘海？那时候，对。下一题是灰姑娘。哦哟，这种东西。好，我好了，我这已经不会输。我在画什么？这是蟑螂吗？我要画到灰姑娘，我要画他下楼梯。现在试妆的婚纱新娘吧。等一下，他这个真的是蟑螂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在看。你这个绕跑蟑螂，突然一个那个撞的人，哪里小偷是一个状态？哎，我希望是公主干得出来吧？你是赢在那个鞋子，他没赢在鞋子，这是一个男的哎，灰姑娘好歹要长发，对啊，要他盘起来。可是你这个要盘起来，哎，又来了，头还低头。我看一下卡特，哦，还马车，后面还有人跟着。可是他看的是马靴哎。不是 AirPods 啦，是 AirPods， 叫 AirPods， 蟑螂叔，蟑螂大叔，所以你这个上半身真的太极端了。我是有鼻涕没有穿。下一题，请大家好好画，尊重一下。好 ，Hook。嗯。哈哈哈差不多。哎，谁画的好？好奇小吴那个手势是什么意思？他是比赞呐，他是比赞。哈哈哈哈哈。在哪边？哎。你这个到底是这是眼镜还是这是眼镜？你这戴眼镜，要到我记得是这样，他是 QQ 头吗？对，我这个也可以发。你这才是不是 QQ 头，你这是那魔丹大使还是什么鬼？请顾客直接在下面留言可以吗？哎，赞吗？你是中指吧？最后一题。天灯，我赢了吧？你这是还在墓碑？拜拜吧，拜拜吧。哎，天灯不会是梯形，一定是下面小商队，然后打的是。所以我的倒过来。本集的就是失败者是小吴本人，那既然输给悠悠，我真的觉得好吧，明天就拍第五集。你要就是拍第五集，明天就放英雄师，还有那个嫦娥为什么他讲太久？对，反正我会好好回去，好好努力的进修，我们第五季见了，好不好？只有我们两个人，就不然第二季就是变成这样的。爱琳达，我们下回见了，拜拜。